虽然电影《盗墓笔记》重启开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但官方的口风一直很紧，除了已知的朱一龙出演吴邪外，其他主演阵容一直保密中。今天《盗墓笔记》重启电影新海报公布，终于公开了铁三角另外两人张起灵和王胖子的演员。昨日《盗墓笔记》重启官方发布了一张铁三角海报，预告张起灵和王胖子的演员即将揭晓，近日已经神秘了许久的二人终于曝光。《盗墓笔记》重启剧版中，黄俊杰饰演张起灵，陈明昊饰演王胖子，吴邪则由之前已经官宣过的朱一龙出演。该剧目前仍在拍摄中，静等播出日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了。